什么呢？今天要做月饼。月饼。你知道月饼是什么时候要吃的吗？嗯。中秋节。玉米片好吃吗？敢吹话交给我啊！好，那你要先选哪一个？一个是红豆，一个是玉米，还是你两个都要？那红豆还是玉米？两个都要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挤出来。用力给它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来下去，下去，好下去。不住！哇！你要搓圆圆吗？他不要，他不要，他不要。那你里面要包什么？你那么快就要包那个？哪一个？那么快就要包这个？我们先做一个正常的包汤圆。你有吃过汤圆吗？没有。好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呦！滚滚滚！滚滚滚！哎呦！你要包起来吗？那你把这个包，这个包起来。哎！汤圆进去了吗？进去了。下一个你要哪一个馅？这个。最大力，你要挤下面去啊！挤下面，三人都没有。等一下，这里，哎，大力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要不搓圆？搓圆很好。不要，没有，它已经很圆了啦。我要放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你要把它敲。我要再补补。补补，对。你把边边都，哎呦，什么颜色的？啊，红豆的，红豆的。那边在甜蜜，这边在，我在跟你一直，我在跟他战斗。加油！一，来用力，用力。我挤上面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挤上面来，一，用力，预备，一二三 ，Go！ 你想要里面包什么东西？还是要一个汤圆，然后还要什么？你还要放什么？你要放一点玉米片吗？要这样子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好。然后还要放什么？黑的这一块吗？嗯。这一块放进去。我靠！我觉得胃有点痛。我把它围起来。这个加这个。哪一个加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好，这个要倒，全部倒走。好啊，等一下给你全部倒啊，你要吃掉了。够吗？够了吧？还不够、哦。这样够了吗？那你还要加别的东西吗？那这个可能放不下了。这个要不要下一个？下一轮好不好？下一轮好吗？不要，要一起。那个猫把它包起来了哦。你还要不要加别的东西？加一点先。哦，好哦。包包。很难呢，你这是在考验我的技术呢。那什么？味噌。你有哪一个里面想要加一点这个吗？好啊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选。这个。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已经那么大了，你还要加在它里面？加别的啦，我们留一个好吃的东西不行吗？跟你小拇指一样的，跟你小拇指一样的。对，小拇指有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好了好了。这不是这个。干妈，你很像那个斯瓦辛巴克。啊？什么？这是谁？是汪队里面的海盗。哦，真的哦。究竟会做出什么东西呢？谁知道？哎，我们要包这个了，这个包这个，好吗？这个感觉很厚哎，这是什么？玉米片？是加的吗？这是大礼包哦。接下来这是烤鸭糕，我们要把它拿去烤，但是烤之前我们要先涂蛋。新的哦，新的哦，没有放到旁边，没有再用丢了哦。好，那你放。好。土蛋。土蛋，蛋在那边。我现在要烤鸭饼哦。干杯。嗯。然后配玉米片。这么混搭。
我是什么都要配玉米片。是不是好了？嗯，对。我要选这个。哪一个？中间这个。中间这个。好，一二三。嗯，这下面。好，看我。哇，这个里面是什么啊？这不是你选的吗？那个是你选的吗？是他选的、那個。那你要吃啊？你选的，你要不要吃？好了，他不要，他不要哈。你下一个要谁选？文姐姐。文姐姐，请问你要选哪一个？那我选这个。好，下一个要谁选？爸爸。爸爸。好，我选这个。哇塞！爸爸选最大的。哦，我买它是吃的面吃的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花生酱，花生酱爆开的花生酱。Oh my god！ 噔噔噔，哇，吃播！我你的皮蛋皮蛋月饼吃播啊！绝对哦 ！Oh my god！ 你没有吃到皮蛋吗？我不喜欢芋头哎。哦，他不喜欢，结果是芋头，不是皮蛋。这个有。老板，你的。朱莉，哇！再度加点。哇！直接不用切，好像那个水母，好厉害，紧张哎，好多，好大，哦呦，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，哇，很妙的一个味道，不会不好吃，很妙，不会不好吃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爸爸说不会不好吃，其实红豆太甜了，但是其他没有，其他还蛮特别，有，好吃吗？吃这个，好吃。嘿，哎呦！都